面对一些世俗纷争，我已如这座城市的夜色一样淡薄。我分不清这究竟是超脱还是一种消极，但我知道这是因为那段记忆仍然还占据在我心里。当时一个偶然捕捉到的画面，让我隐隐觉得叶小安并没有彻底了解。我不止一次凝视着这张模糊的侧面，试图寻找到什么曾经被忽略的痕迹，但与此同时，我又强烈的希望这仅仅是我的一种偏执，因为我期待开始新的生活。兄弟们，赶快走！赶快走！你好吧，快快走吧！你听我说，你给我把这把钱还给我！赶快走！臭娘们，你别来劲啊！快快，钱还给我！你听我说，我明天把钱还给你，好吗？啊！你怎么那么熊啊你？就会跟我耗！哎，还给我！回来回来！林老板，我看你面子啊！走走走走走走！要不然废了你啊！赶快走！求求你，赶快走！赶快走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快快干什么？起来！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我告诉你，林鹏凡，你就会跟我耗你！你凭什么他们要帮会你就给他们呀、啊、熊包蛋。哎，荷花，哎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荷花，哎，你这可真够猛的啊。哎，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说这一大清早的，你干嘛发那么大火？啊，招我了？哇，不是，你也真是的，你说你一个女同志，你跟两个男人打，你就不怕人揍你啊？我就是有气，你说一大老爷们儿，在家怎么那么横啊？哎，怎么一见了外人就怂成那样呢？莫名其妙了。那刚才那个是林老板？那是我前夫，茶馆就是他开的。你说我一大早上去他那儿拿那个赡养费，结果就碰见这帮小混混了，要收保护费，我就奇了怪了。哎，人家要你就给啊！哎呀，我就没见过这么怂的我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不是你总跟着我干嘛？你有事儿啊？不是，我没跟着你啊，我啊，不。不是，我是说我那个家电的事儿。哎，行了，你别磨叽了，行不行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阎王爷不欠小鬼的债，我今儿一准给你搞定了。啰嗦就，男生都这样，见鬼！快走吧！哎，这儿呢。啊！我的大美妞，走。就是你的车啊！嚯，这车上还有电台呢。那是，我那车东西可全了。行啊，雪飞。
大美妞，听了别扭。你有明显的犯罪动机，这一点刚才已经证明了。没错，我恨他，但没有杀他。但是他的电子邮箱里有你给他的恐吓信呢。恐吓和杀人完全不同。现场证明发生了打斗，你的左手好像坏了吧？我的伤是干活时候不小心碰的，现场一定没有我的血迹。我们有目击证人的，那只是看起来很像，并不是真的我。我没有作案时间，案发在两口市晚上8点到10点钟，而那时我在本市。谁能证明呢？我女朋友，就是丽丽。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一起。是这样吗？是的，我们当晚确实在一起。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，谁还能证明？我们没出去过，也没客人。那就是说，没有人能证明。是的。丽丽，你是他的女朋友，你的证词不能算很有力啊。那么还有梅雅，当天晚上我还给他挂了电话，9点钟我在本市，无论如何不能跑去两口杀人吧？没有，是这样吗？我能作证，那晚9点他给我来过电话，虽然声音小了点儿，不是很清楚，但我肯定那是他，电话号码是他家固定电话。你跟他们是朋友吗？是，那晚首先接电话的是我同事，我同事也认识他，但并不是朋友。嗯，没错，这点我们已经证实了，你的证词没有错误，我们相信的是真的。既然我没有作案时间，就应该排除我。看来你好像是真的没有作案时间，但是如果能有一个丽丽之外的人给你们作证，那就更有说服力。可我实在想不出来。哎，你们的邻居就是201室的人不能给你们作证吗？那家人已经出门好几天了。是的，他们还让我替他们照看家呢。他把钥匙留给你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向你们的邻居求证。是的，他们给过我一套他们房间的钥匙。那么你能确认案发当晚他们家真的没有人吗？我肯定，因为那天晚上我还去他们家浇过花。亚洲顶级线上博彩公司澳门新葡京4499.88.com，美女荷官在线发牌，百万提款3分钟火速到账，更多游戏更多精彩尽在澳门新葡京娱乐城4499.88.com，天天开出彩金大奖100万。嗯，没错，其实这一点我们也核实了，案发当晚他们家确实没有人。我实在不明白，邻居在不在家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，而且很重要，因为那就证明案发当晚你在两口市，也就是说你在案发现场。可这点梅雅已经证明了。梅雅只是说接了你的电话，号码是你们家的，但并不能证明你就在家里。你这有点自相矛盾了吧？是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好，那我就来跟你们说清楚。梅雅，你说当晚接了他的电话，号码是他们家的，但是你还说声音小，不是十分清晰。那是通话质量问题。不是质量问题，是两个电话听筒对接到了一起。丽丽利用替邻居看家的方便，把邻居家的电话接长了线，到了你们家。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是从阳台拉过去的吧。你当时在两口市，晚上9点钟的时候，你打电话到邻居家，丽丽接了电话，又用你们家的电话拨通了梅雅的电话，然后将两个听筒对接在一起。于是身在两口的你就通过你们家的电话跟梅雅交谈。
所以美雅的证词没有错，只不过两个电话对接通话质量就会打折扣，所以就有了美雅的那句声音小不是十分清晰。你这是瞎猜。我敢保证，只要打印出你们邻居家的话单，就可以看出当晚九点钟有一个从两口市打过来的电话，时间不会少于十分钟。但是丽丽刚才说了，那天晚上只有她去过邻居家，没有其他的人。我说的够清楚吗？要不我打电话到电信局求证一下。这邻里邻居的，楼上楼下住着，怎么着也不能列板砖呢。那我不是急了吗？再说了，我那两盆心爱的花，愣让他拿竹网子给我捅下来了。你也真是的，人家好好养着花，你捅他干嘛呀？搁谁谁不急啊？他养花我没意见，肯定知道他怎么浇花吗？那喷壶那一下子就一大片，那要是好水也行，那里头还有药，那色儿都绿了吧唧的。那你看我家那阳台上全是衣服，那白的全完了，你给我连洗衣服洗脚我都没地方洗。就赖你了，这邻里邻居的，你养花你不能给人造成伤害啊。那我也没看见他晾衣服啊。你瞎呀、啊、我看你还是欠揍。你俩干嘛呢？还没打够啊？这不跟你们调解呢吗？坐坐坐坐坐。干什么你们？什么认识？觉悟都够低的。这花啊和衣服就扯平了，他的医药费你来200。200？就那俩小口子？那点要不行了啊，这我要是同意他去医院的话，打个吊瓶700-800都是他了。我要点好药，差不多得了啊，这么个小口子一个创可贴就行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个行为啊都够受治安处罚的了，这要是罚款可不是一笔小数字。你们呢要是同意我们调解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要不然咱们就公事公办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你瞧瞧，这是刑警该干的活吗？严重的伤害，亏他说得出口。你是新人吧？我都来一年了，还新人呢？就是那个张明辉，谁不拍着他呀，就得靠边站。你这孩子就是嘴不好。我这叫心直口快。所以啊，靠边站理所应当。行了，别发那么大牢骚了。前面路口右转，送我回家吧。哦。金雪飞，金雪飞，收到警长，收到警长。我是金雪飞，警长。你马上赶到婚礼小区，那里的住户报警，他家的猫爬到树上下不来了。知道了。我看我这家也别回了，陪你关猫去吧。你该干嘛干嘛去吧，等我到了，你猫也该下来了。这什么事儿啊？什么叫什么事儿啊？这可是大案子。少来啊。二位，如果再需要点什么东西，可以喊一下服务员，好吗？谢谢。啊，好，慢慢用啊。啊。哟，是你啊！来来来，里边坐，里边坐，快。好好好。哎，你这环境不错啊。啊，只是比较清静而已。哎，服务员，上茶。坐坐坐坐坐。好好。哎呦，我还没有问您尊姓大名呢。啊，
别这么客气，长征。长征，啊，我叫林梦凡，是这儿的老板。好，哎，常先生，那天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受累了。嗨，没有没有，你前期也帮了我不少的忙。哦，那天荷花来呢，到我这儿来取赡养费，碰巧那两个混混呢，也来取保护费。哎呀，我当时的现金呢也没有那么多，给了这个呢就给不了那个，结果他们话赶话就打了起来。你们这儿的商户都交保护费吗？哎，习惯了，交点钱，求个太平。那这事儿你应该报警了。报警？报警有什么用啊？报警怎么会没用呢？去年我开茶馆的时候啊，没有几天，我的玻璃被打碎了，我拿起电话就给110打电话报警。可后来过了几天，那几个小混混就找上门来要保护费，让我们月月交钱，说给了钱，门前也就干净了。你给他们钱了？给了，而且门前确实干净了。我感觉到，不管黑的白的，只要是存在就是合理的。那警察没给你什么说法？能有什么说法？前后就给了我个建议，在门口装个摄像头。这林老板看来对警察是挺有成见啊。那能怎么办呢？警察也不能24小时就跟着你。但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行为方式去处理问题的话，那这社会不就没有规矩了吗？你说咱们俩争什么？来，喝茶喝茶，来。常先生，你平时是不是也喜欢喝茶呀？就算是个爱好吧。好，喝茶好啊，喝茶可以调节心情。哎，你跟荷花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哦，这前些日子我要租个房子，是他帮我张罗的。哦，啊，林老板，我觉得你是个有心人呐。你看，你把这个茶馆开在荷花的家门口，既能挣钱，又能照顾他们娘俩。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。你说这荷花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，这日子过得原来好好的，怎么就说不过就不过了？可能我说你也不会相信的啊。其实我跟荷花离婚呢，也没有什么别的，就是觉得有点没劲。这个婚姻呢，就觉得空虚，无尽的空虚。哎，你结婚了吗？离了。那有什么感觉吗？这离婚呢，让我有了一种追求。追求什么？美学，一种智慧的美学。你这个想法还真有点意思啊。你说我跟你说这么多干嘛呀？啊，缘分啊，可能。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好茶。石干，如果现在我们死了，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呢？我一直在找一个人，可始终没有找到。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恩人？是我恩人的仇人。你有仇人吗？咱们今天盯的这个人，就是我的仇人。那大哥知道你们的关系吗？知道。我真的恨不得这个人早点死。
对不起啊。石刚，就是这个人，他真到这儿来了。哪一个？哎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他马上就过来了。死一百次都不为过。小妹啊，我已经在安排了。我们向来是有仇必报。他出来了。知道。怎么办？跟上他。老兄是外地来的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烟花小区住的很多都是外地来的人。哼，他要进小区了。我们也跟进去，不开车了。那我们怎么进去？大哥已经安排好了，走。动手吗？现在不行。那个女的在她房间里。你这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这不帮你收拾收拾吗？省得你觉得你挨宰了。哎呦妈呀，累死了！怎么样？有什么感想？这都怎么回事啊？首先说那灶台哈，那灶台是我逼着二梁子提供的，你愿使多长时间使多长时间，免费的。还有那餐具，是我帮你新买的，你绝对可以放心使用，而且也是免费的。那这床具和行李呢？那个被子是我自己做的，还从来没用过呢。那床单是旧的啊，但是我洗干净了，枕头是新的，你可以放心的用。说吧，多少钱？你这人小心眼是不是？你是碰见好人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中介你这房子，我赚了不少钱，我不落忍吗？我得还你啊。你这么做，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是吗？你就别假惺惺的了。不说废话了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灶台接上煤气管道就能使，管子是好的，煤气也好使啊。这个还你了啊，回去。哎，谢谢啊。别客气了。那个女的走了，现在动手。
记忆有的时候会产生毒素，让人无法逃避地沉迷其中，把自己封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忘记掉现实的存在，忽略了身边值得品味的东西。在那一刻，你甚至感觉不到已近在咫尺的危机。解恨吗？他应该死一百次。大哥那儿我去顶。他不会见你的，我去解释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，接电话报警。锦江小区46号别墅发生杀人案，请附近小组速到现场。我是刑警队长征，现在我们就在锦江小区附近，马上赶到现场。长征吗？你们先去保护现场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明白。锦江小区。好。怎么样？我是这物业公司刘经理。嗯。谁发现的？什么时间？是他吗？那位女人他们进屋发现的。本来我也会在别墅过夜，要不是临时有事。你是死者的什么人呢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你有钥匙吗？有。你是他们什么人？我是江哥朋友。现场有人动过吗？他们马上退出来就叫了保安，保安没有进屋，他们是到保护现场。你在这等着，一会儿有人给你们录口供，走。好。
你也没发现啊？楼上情况怎么样？没有明显被搬动过的痕迹，但是那个保险柜好像……我去看看。刘、嗯，这儿没你们事了，出去。我们也是刑警啊。你不用觉得冤，这颗钻石已经换回了你几年的寿命。你是顾小倩？我看你睡得那么香，我就没叫你。起来吧，咖啡已经给你煮好了。在哪里？就在。你男朋友是开车回来了吗？亚洲顶级线上博彩公司澳门新普京4499.88.com，美女荷官在线发牌，百万提款3分钟火速到账，更多游戏更多精彩尽在澳门新普京娱乐城4499.88.com，天天开出彩金大奖100万。车呢？我在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在一起，但是我不能嫁给你。为什么？你以前你跟我说你有遗憾，我不想让你带着遗憾嫁给我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跟你说。可是你现在没有了，你的遗憾解决了，我可以向你求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俩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嫁给我吧，我会让你幸福，真的。我会用我的命让你幸福。我不干净，我被人糟蹋过。一开始是一个人，后来是十个人，再后来是100个人，这些你能接受吗？我觉得我们俩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，说不定哪天我们俩就再也见不到了。没有牵挂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
爱你，我不在乎。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我不在乎你的将来，我只要爱你。每天醒来的时候，我能看到你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不要说你脏，你不脏，你在我的眼里很圣洁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在乎你的过去。只爱你，你让我踏实。这种刀尖上的日子，血淋淋的日子，我已经害怕了。我实感不是一个胆小的人。在以前，我今天生明天死，我无所谓。现在怕了，而且是越来越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知道，是因为你的存在。嫁给我，嫁给我好吗？你真的能对我好？我会。你能爱我一辈子？能。你发誓？我发誓爱你一辈子。我想起你，我想。那个，我问一下，有没有昨天晚上车辆记录的记录？有，你稍等一下。22号301A 的车辆是哪个？这辆，这是9点多回来的，11点多就出去了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想什么呢？总杀完人以后还开着被害人的车大摇大摆的出去，这胆子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看来凶犯非常熟悉这个小区的情况，至少熟悉保安巡逻和大门口的情况。哎，这点很重要，我们要不要跟张明辉说？这都是面上的事儿，张明辉不会查不出来。你不会是想暗中调查吧？你说呢？